你追我，如果你追到我，我就让你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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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一定可以留下最美纯真的笑脸，心心相印，恋爱幸运曲奇，轮回运气，一天要比一天更开心。嘿嘿嘿，嘿嘿嘿，有种心灵感应，在不久之后的我们在一起，天长一口爱的心。严肃一点啊，严肃。现在这个培育小孩啊，父母都很用心啊。哎，确实，基本的就营养午餐呐、啊，该有的甜点、水果的。哎，幼稚园老师就说：“来，各位同学们，你们吃饱了吗？”吃饱了。嗯，好，我看看。哎呦，今天的甜点是，哎呦，巧克力耶，高不高兴啊？高兴。哎，在巧克力上，大家知道巧克力啊，各种形式都有，有的做的像海螺 啊，有的什么熊的头啊，各式各样。就老师一打开，今天，哎呦，只做了一个公仔娃娃，公仔娃娃，男的跟女的，就是做的人形嘛。哦，老师就说，你们喜欢吃女娃娃的举手，大家都摇头。哎呀，奇怪的，都是巧克力，这有什么分别的？那吃男娃娃的举手，大家都举手。这老师也纳闷 啊，奇怪，为什么你们要选男娃娃呢？这个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女同学讲，老师，因为选男的可以多吃那么一点点。再次有请的院长再给我们补一个好不好？再补一个，补一个啊！有一对狼爸爸、狼妈妈，养了他的小狼。糟糕，这个小狼啊，他就爱吃素。这怎么办呢？这狼爸爸、狼妈妈就烦恼了。这小孩子怎么办呢？吃素怎么长得大？他就不会捕食啊。后来有一天，他们在这个焦急的时候，一看，哎呀，那个狼啊在追兔子。哎呀，老伴儿，你看，哎呀，真棒，高兴了。他追兔子来了，对，这以后就会捕食了，那太好了。哎，结果看着看着，这个小狼上去把兔子一把他抓住，哇，好狠毒啊！抓住了以后说：“哼，给我逮住了吧，交出你的红萝卜来。”啊！他还是吃素啊？是啊，要哎呀，小乌龟来前面报道一下。小乌龟，来，小鸟龟啊，小鸟龟。哎，奇怪了，这个跟他讲笑话，大家在旁边听着。他的领悟力特别快，对，有的时候一知半懂了，不懂的我们就不要跟他解释了。对，当然了，面对这么多年轻的小妹子啊，咱们说还是得拿捏一下啊。是，先从单纯一点的开始。好，这个循序渐进。这个有个小朋友啊，嗯，小宝倒是很精灵的，嗯啊，小宝回家的时候问他妈，嗯，妈，这个你平常带我们就是纯度假。那我听同学们讲一个什么度蜜月啊，这是妈爸，这什么叫度蜜月啊？什么意思呢？你听说也是假期啊，你们带我去他啊，那个是你还没来的时候我们就度过蜜月。那是家家户户结婚谁没度蜜月啊？那时候我去过没有？哎，我怎么去的？他妈说你应该是去了啊，去的时候是跟你爸爸去的，回来好像跟着我回来了。你懂吧？在他说你好像去了的时候，对啊，这个有一天呢，这个网站上就发出一个帖子出去了，嗯，哎，欢迎大家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，欢迎大家踊跃的上来，而且有奖品，冠军、亚军、季军，嗯，奖品还很棒啊，啊，就是说主题是这样，女人说什么话，那能让男人最伤心？哇，不得了，这个。
帖子出去以后啊，很多人都通通来了。最后这个终于选完以后了，从第三名开始报起啊，啊，是选出了三名，从季军开始啊。季军是说什么呢？女人说什么话让男人最伤心？是说，啊，对不起，我认识你，我是因为想认识你的朋友。哎，太过分了，好伤心哦，好讨厌啊，多泄气啊，对。对啊。再来就亚军了，第二名是这样。哎，我们两个是玩一玩，你可别认真哈。哎呀，天哪！听了让男人多气馁。是啊，后来玩我。冠军来了，冠军说什么了？哎，冠军是说，你到底爱不爱我的？坦白讲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过。哎呀，这是很伤，从来就没爱过。对呀，绝情啊！后来因为来的帖子太多了，最后。这个三个奖发现不够颁了，最后加了一个最佳特别奖又颁了。怎么说的？他是这样，女人说什么话，让男人最伤心。他是这样，想听吗？啊，想。进来了吗？哎呀。啊，好，散了，进来吧，好了，散了，我的天哪，散了，妈妈，也碰到一个网友跟我说，上礼拜你说那个神灯呐，你看那个神灯有很多版呢，神灯还有版本，费院长还有没有别的版？有神灯的版，有什么版本？有。就是有个人啊，到他家地下室，觉得有个地窖啊，就把它敲开了。里面是什么玩意儿？敲开除了蜘蛛网之外，地下也是一个灯，捡起来也是灯。这什么灯啊？还有点年份，冒烟亮。哎呀，灯神出来了啊！灯神，你会赐给我三个愿望吗？他说，当然可以给你三个愿望。那这样子好不好？我首先呢，我也需要一笔钱。好。没问题，明天打开你的这个一刷卡就知道，10亿进去了，有了钱就棒了。那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我长得非常的帅啊，他说都不错，当然他神灯也答应他了，但是神灯说，哎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你有没有仇人啊？有啊，我也得罪不少人啊，老王、老李、老陈都，那我这个三个愿望是这样。你呢？你的愿望他们就会得到一倍，比你还多。人家不早说呢？对呀，这样他们比我还帅。要仇人比我还厉害，怎么？我拿10亿，他们还拿20亿啊！那你还剩最后一个愿望，不甘心啊！这个人想了半天，最后一个愿望我要好好的想一想。想了半天，一看，想起来了。神灯，让我只保留一颗就好了。法莲。对，因为他们都会加倍嘛，只要保留一颗眼珠就好了，对方就变成瞎子了呀。你看，真的是这个人真的非常心狠手辣啊。对，因为你的仇人可以得到一倍呀。对，哎呀，他永远比我多了多一倍嘛，他不甘心嘛。对啊，我再掉一颗眼球。就让我保留一颗就好了。对，一颗就好。哎，他的仇人就完全没了，就抓瞎了。我懂了。哎呀，今天啊，这个期末啊，我发现这个小慧迎来了一次啊，反应慢的时刻。对，这要加油。这今天的考题有点难，对，今天的难度升高了。以前都是送分题，太浅了，是一个红色的小。有一个这个办公室的同事啊，一个女同事，结婚的出去了，放完假回来以后到了办公室，同事们都冲上去了，怎么样？这个蜜月度得很快乐吧？这女的说，哎，他是个骗子，我要跟他离婚。哎，为什么？你们俩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对啊，不是，在结婚前，他说他要把20多年的积蓄通通给我，结果不是钱呢。是20年积蓄的力量 ，power。
来来来，这个再讲一个，无三不成理啊！尤其是最后一集，贴了第三个肯定很深哦。现在有钱了，大伙儿都出去，对不对？旅游啊什么的，西班牙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对，大家就去了。看完了斗牛之后，哎呀，这一票人肚子饿了，那里就有餐厅哎，哎呀，而且说是现宰的，太棒了，这么距离这么近，一定很新鲜，就跑进去吃了。哎，糟了，不会讲英文啊，大家都不会。waiter 就把拿来 ，This is menu， 菜单，菜单，这怎么办？咱们看不懂啊。对啊，就随便指一个。this， 啊，这个，对不起，你点的是我们餐厅的地址。地址。哎呀，不过虽然点错了，不错哎，你会讲中文嘛？对啊，是的，没有关系。你们想吃什么？我中文还是通的。那吃什么呢？哎，看隔壁一桌啊，吃了一个东西，哎，又很像汉堡，又像什么？哎，就那玩意儿好了。对不起，那个是要预定的。哎，是什么呀？他们吃的是牛鞭。他说啊，哦，你们要订的话，明天再来啊。好，咱们明天吃也不迟，今天吃别的啊，明天就去了。这个最后菜上来了，一看，哎呀。怎么 size 不太一样？怎么了？老板，不是，是个 waiter 啊！我跟你讲，你是欺负我们是外地人是不是？怎么了？啊，这个跟昨天那个 size 比起来差多了吧？对啊。哦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斗牛士输了。哇哦！哎，真的吗？哎呀！太溜了，斗牛士输掉了，斗牛士输了，于是，我跟你讲，我特别感谢我们的院长，我很惊喜自己真的这么快就听懂了，我听懂了，是不是会进步？对，有的我觉得好事要成双，哪里有三个再讲一个吧。四喜临门，稍微重了一点，重一点。哎，但是不懂的人，我们就不要跟他多解释。好。现在人啊，现在人生育率低啊，人口都老龄化，对不对？对。当然也有很多铁血男儿，干脆就是觉得身材个头都不错。有这种叫做捐赠精子的地方。哎，对，有，大家都在，对，大家都在排队，好多男的在排队。哎，你从哪来？我在那聊天，结果中间奇怪了，插队中有一个女的，大家觉得，哎，她是不是排错了？对啊，这过了一阵子就派一个人跟她讲，小姐，您好像，是您弄错了吧？是您排队，这您不了解这里的。那女的说，我这那女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小姐。您不该来这儿排队，您看这几个字，小姐的哦，小姐的表情是这样，对，纸都不敢说打开，我还是渐渐的开放好了。你想，很多东西，像这次节目也是，很多人生的第一次都一样，第一次会不太舒服的。第二次你会慢慢的接受，第三次你会很需要的。我讲的是说这个节目的进行，我们的心情嘛，明白。刚开始也是会紧张忐忑，对。然后呢，跟着，也许大家也能慢慢的接受，速度得慢一点。然后呢，我想我也会放得柔软一些了。等我进入那个状况当中。我就放。